什么看守者，又放还烂。伊鲁恩的旨意什么呢？什么看守者，又放还烂，破坏他们的魔法。你要正面思考，朋友。结束了，你赢了。来参观校园的吗？感受我心中的风暴。
为了部族，为了部族。结束了，你赢了。我想想，护甲，护甲，九成新的护甲。不错吧？护甲，护甲，九成新的护甲。实际体验。
谢你。你好啊，旅行者。这不算作弊，这是比赛。完工了。想知道科多班恩为什么这么有名吗？快要没了。我们渴望复仇。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打得漂亮，我认输。